每年都入嚟幾次嘅。如果你哋呢排咧都想入嚟行下，咁就啱曬啦。因為咧呢度多咗幾幅打卡壁畫，仲有一幅咧係 3D 嘅添啊！最近大澳鄉事委員會聯同大澳非牟利得到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的贊助，合辦大澳藝術活化計劃，一壁一畫一故事，在大澳創作了七幅壁畫。最吸引的一定是這個吉慶街空地的 3D 壁畫，真的好像魚翁撒網一樣。仲有一幅壁画咧喺大澳文物酒店噶，如果唔想行20至25分钟嘅话咧，就可以搭船去啦。原来大澳都有好多猫猫啊，猫奴一定要嚟呢个主题壁画打卡啊！嚟到大澳，梗系要扫街食地道小食啦！嚟到大澳咧，一定要试下啲炭烧濑尿虾干同埋鱼子啊！出面冇噶。有啲似多春魚，炭燒完之後咧有啲鹹香，好味。炭燒瀨尿蝦，脆卜卜好味啊！